这是什么？这是抓帅这椅子又坏了，你看更烫了。这波球也不行，5000也要球。这个方向是对的吗？那怎么看起来都怪怪？我把它剪掉看看。超理想应该是要长这样啊。对啊。手这样怎么插啊？第一次遇到一次不合的嘞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今天空气流浪计来了，把它换掉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换？基本黑菇啊，哇，我这里的窗子气都会啊。引擎脚是那样怎么开？可以啦，我当时就这样开回家。引擎脚，哎，够了，引擎脚，来来来，倒灯呀，倒灯呀，对吧？哦，我们还被人家嫌说烧得很丑、啊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专业的啊。好啊，现在只剩这个。装一装，我们等下就可以开回去了。好，这应该是整新的了。是这一颗。对啊，就这一颗而已啊。我先发动一下，让大家听一下。哇哇！哎、欸，很喘。怎么喘成这样？好，人家是呼吸灯，我们这已经在呼吸。哇，小姐，喘的话，行驶上会有什么问题？船的话，你如果怠速太低，你用我们爆了气会啊，比较容易熄火。啊，会比较耗油。会比较耗油吗？应该会，你的别顺嘛，你用一直爆，一直爆，一直涨。可以到这一节。把那一节换掉，它就一个垫片嘛。另外，一节是一个这個，中间就是有个感知器，还有一个就一条线而已。在里面开机不一定都没雾哎，像老车的，然后新车当然就随便都有。因为在转的时候啊，我们手太紧，要转了，它这边哇也蹬了。可是它这个已经有点烂掉了。正常加压那个。新的，当时啊，装好了，就不会这样，哼，好了，可以开回去了，耶！这些哦，这些。抓帅！好矮哦，这椅子坏掉了。坐这台最不好坐，可能就椅子啊，椅子比较不好坐。哎，我买椅子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上，对，就可以直接上了啊。不然开起来，我觉得还 OK 啊，冷气会冷啊。冷气会你就赢了啦，但是它就是启动嘛的、啊，好像怪怪的。这个就是钥匙，是通病没有，那一只铁锤就这是钥匙，铁锤要挂在钥匙上面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开法拉利的感觉？有了，有点像，很矮，感觉我的脚快在地板上摩擦了。这椅子又坏了，你看更烫。这个还有倒车前脸都什么都有嘞，就前脸了、啊，哇。酷吧，不错。耶、yeah, ，回来了，刚试车，哎，还不错吧？冷气会冷，哦，底盘里面什么声音？哎，风切声倒是大了一点。好啊，主要是我们现在引擎早都烧好了，空气流量器也换了，引擎最少比较顺了，也不会撞了。再来可能就是启动马达，刚回来的时候，哎，又卡住了。好，到时候问一下材料，到时候换掉。再来就是前后保管了、啊，这边烤漆，前包还有这边啊，当时买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了，从说。请问我去录了表，这边也真的有啊了。啊，油压顶杆，油压顶杆啊，对，油压顶杆换一下就好了。一致啊，我们已经订了两个了啦，马上换掉了，所以跟它差不多皮的啊，中间有吉米，它可以滑来滑去的，它赞。到时候换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一样换过来了，想用3.4、2.3的，想去配刷还是做那就给它挂起来。啊，一般
上下班我们就用这个就好了，才不会像你讲的细节安全带该然后出发放那么尖啊，尿急的时候解不开，搞不好门打开已经漏出来了。对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哈，那一些部分用好就完成了。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耶，有劲哦！昨昏讲要叫西鲁马打我水叫来啊，新的啦，当当当当，这是新的还是整新的？新的新的，三四千块而已，这部叫也不行，5000也要叫，发动成本太高，要4-5个人在那边推。我们今天要来换这一颗，谢谢。好啊，这个要换的时候要先断电，因为那个是电直接下来的，我公盖好完了，因为排气管在那边，排气管在，还好刚发了一下下而已，没有很热。然后还有一根这个，对对，没有很热，摸摸看，摸摸看，那太在摸了，啊，很热，这个没换，要随身携带一支锤子，携带两个，锤子我那个摸好，我携带两个人，每次发动都要带3-4个人以上，错错了，这个是正极啊，就这样点了。听了阿星都比看我刚摸嘞，耶，哦，有，好，好，像不像？最少三分像，相似度高达87%。因为启动马达是需要那个电压要很强，所以你看这直接一条接地的，啊，一条正电从那电子下来的，这是正极啊，啊，它还有这个，这也是正极，伊就是爱头啊村住里，我就把军头推出去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无去架着啦，哼哼，安尼。一个是正极的接头，是那个红红橡皮套的地方嘛，啊，旁边那个就是插头，就是让头伸进去的那个推动的地方。你看，这个眼睛卡动作，眼睛卡拢，哇，弄个弄体塞，啊，咱讲干啦，讲这样的啊。我那天用敲门就敲这一个啊，齿轮的机器啊，发动的机准这里啊，这一等嘛啊，一接的哇，就是军头还春转，春转看我都胖，那是太小了，啊，对，太小了。那我先发动来，来哦，水龙头收啊，水龙头是那个绿绿的，对 ，yes， 这样才是对的嘛。啊，我再洗我一次，好了，剩椅子跟油压顶杆，这个还有什么？椅子、烤漆，这个也要用。哦，这个要粘一下，这个应该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吧。耶！我们要来开箱了。一啊，两架撑杆定做回来。他拿这个旧的去比的，这两机是古的。哎呀，这个东西都停产了，原厂都没再出了。我们就去叫那个厂商帮我们做两只一模一样、长度一样的。好，这个等一下再装。刚有发很热，我们颠倒，所以我们把一只拉出来。哇哇，这个其实跟我们车上诶不会差太多啦。旁边一样是皮的，3年我们都可以过来。啊，中级做麂皮诶，别坏嘞。哎，它两边都可以转嘞，两边转它就没有分什么左右边的。牙齿被它挖起的耶，不装很难开。这边坏掉了，你这样开很危险，你看有没有？它断了，这样开的时候锁都往后倾。哎呀，那不靠板，就骑落去。哇，就简单了吧？这样就可以过了吧？还可以。耶，yeah ，这样起来了不？这个4个螺丝，哦，这样起来了。哎，靠，好帅哦！你看一下，难怪我刚刚在擦的时候觉得松松的，原来一起束带，束带果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。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，那就可以下来了啊！好，下来了。
所以要把它剪掉啊。这个方向是对的吗？那怎么看起来都怪怪？我把它剪掉看看。照理讲应该是要长这样啊。对啊。他手这样怎么插啊？试装。我进来看看啊。我靠！还蛮高的嘞，先管你可能没接你，他不能调哦。我现在看过去已经看到这个了嘞。你坐看看。看为什么？这车那么低哦，我干，靠腰你坐啊，好紧绷哦，好像寡人坐的在囡仔车呢。那我的脚已经靠到这个了，干就不能坐啊。上去看起来是 OK 嘛，可是这个椅子啊，跟原本比起来，刚放在旁边比就觉得比较高，因为它的坐垫很厚。我身高哈165，一根头要拄着啊，啊，他泰山几级比高修啊，怎样精雕诶？第一次遇到椅子不合的嘞，我终于体会到那个身高在180或190那种感觉了。干脆我们这个留着，我们到时候我们有车还可以用。啊，你们会说调高嘛？他已经最高了，卡卡调用啊。哦，你看，哇，这卡管啊，这样就差了10公分，应该快有了。啊，椅子的高度，你看。高低有差，前面那个那么薄，对啊，啊这个这么厚，先来装这个撑杆。这引擎盖很重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磅数有故意用比较高。已经昏嘞，左右边嘞，哇啊，锁紧就好了，这比较简单。大家好。哇，长度我们都是比一模一样的啊，它是磅数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起袂落嘞，表示都已经盖瓦当了哇。有无？安得好啊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掉下来了。这椅子我们怎么解决？等它修好了，我们再去拿装上去就好了。那、啊、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很简单嘛，卖给泰山，或是我们下一台车可以装就好了。Several days later.现在先把椅子拆下来，整条下来。所以后来决定还是算了，我们修理理，修理理的话，因为这皮是正皮的，无皮的。修多少钱？1500块，这个就回到原本的洞。原本的洞。这边用下去，它是打开嘛。它本来有4个，我插下去有个孔位，所以固定这个我 key 啊，这款掉，它放下去又勾到这两个，勾住。它原本是用束带，还是你要帮它换边？很 Q 哎、欸，弹性很好哎、欸，这就顶了呢。对啊，哎，那我们杀肉又有可以杀了，杀两个这个。哦，舒服多了，它都安尼哇，嗯，头去堵点，这个就可以这样。它这个离合器它很深，所以我要往很前面一点。哎，没事，换呢，哇哇，再重修，再重修啊。Several days later， 椅子装好了，出来试个车。因为之前椅子坏掉嘛，都没有人敢让它在正常的速度下开车。现在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好了，这个椅背卡不太住，太重了。哎，它会不会跟那边是一样也断掉了？断了。这个没有人坐副驾真的试不出来。你看这个就是以前的仪表板的话都暗的，开灯也是很暗，这样开了一个小灯关掉。所以以前的好处就是讲你无开电会，你就会给你开。它现在都自发光的，都会忘记开大灯的原因就是这样。冷气超冷，冷气一冷就什么都 OK。这样子正常的椅子，你这样子才看得到路吧？对啊，我还有空间呢。你们坐可能会很顶，这个离合器很高啊，对，要放8层的时候才有感觉。一档的时候一定要踩到底，可是你二档的时候踩一半就可以换，但二档以上比较好放。哎，有风接声，还蛮大的。我这边头上就有。哦 ，yes， 爽。可是这个有好处哎，我都不知道我开多少，因为很黑，看不到。可我们那个发光的看习惯了。你都没换的，干？哎、欸，不用换，不用换啊。二档还是三档？没有三档啊，哎、欸，三档踩下去
这样瓦箱就比较不足了。你以前有开过这个车吗？这个没有。开起来感觉如何？蛮爽的，手牌开起来都是爽。只有三个字，蛮爽的。对，就是爽。其实二档本座比较高，可是你看拆起来，你看有力有出啊。对啊，避震器哎，没有侧倾，但是有点硬。马上我就试到一个问题，窗户关不起来。KK 小破嘞，听起来有迄个歪啊锁，刚刚小块怪怪。来，走啊，喝咖啡啊。听说这蛮有名的、啊，很多车友都会来这边。你看，你看我觉得那帅吧，比特斯拉帅吧，比阿迪斯帅吧，一定是比阿迪。这样看过去不会逊色啦，对不对？好，虽然我们已经二十年的老车，看过去不会比现在的车逊色多。刚试车了，我觉得试车的感觉还不错，3.0的开起来果然就是很爽，自然进气就是爽，山路可以尽情的踩下去。你现在涡轮车踩下去，哇，太恐怖了，自然进气的是很顺，其实三档就够用了，类似像超车干嘛就用二档。好、啊，这一台就是第一段已经准备好了，第二段的话就是把小瑕疵都弄好嘛，比如烤漆，刚刚发现的椅子或电动窗，哎、欸、不行，我们就弄一下。真搞没换了，稍微看有一点油气啦，有需要换我们再换了。引擎没有断，我有加强啊、嗯，就是还好。轮框还要再弄一下。轮框，因为我刚刚把它认真的洗完之后，真的是发现它已经都有一些氧化。啊 ，Mark 要换，好看，有点像，有点像嘛，你看。有缝的都要掉掉哎，这开开这样好。嗯，这边也是看起来就缝比较大，看那那用较水的。啊，原本就试出微管了，排气管应该也不用弄了。欸、其实它的保险杆蛮漂亮的，下面这样哇，觉得刚声音也不错听，等号都是正常。烤漆的时候这个因为它是双色的，这一个也要黑的，有没有？我这种用 T 恤皮啊。这车好漂亮，漂亮哈、哦，我觉得真的很帅哎，线条赞，就像小姐一样。线条优美，反正后续还有很多，就把它处理好了。影片到这边哦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我们还有下一步，就是把它整理好。好，再看一下，你看，哇塞，优嘞！请问这是水桶？哪个酒优啊？这是水桶，对啊。Ava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现在会转吗？看我不知道这可以回转。目的地在你的右手边。好臭哦，靠背哦。